2024年1月24日，沙特埃尔奥拉旅游局携当地展商代表团在上海举办行业路演，通过和国内高端旅行商直面洽谈，为双方合作共创优质旅游产品打下坚实基础。参加本次路演的沙特阿拉伯航空、阿联酋航空、哈比斯度假村、沙登度假村以及四家埃尔奥拉优选目的地管理公司，通过各项洽谈活动，向中国业界展示了其覆盖面广、品质优异的旅游产品及服务。通过交谈，中国旅业代表掌握了埃尔奥拉的最新旅游资讯，同时也向埃尔奥拉展商分享了中国旅游市场最新动态和消费者偏好洞察。多位展商代表表示，埃尔奥拉正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全球游客，当地也在不断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吸引高端品牌入驻，注重打造差异化体验，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国内外游客需求。希望通过本次洽谈会和中国业者加强交流，共同打造高端产品，实现精准获客。埃尔奥拉位于沙特阿拉伯王国西北部，这里有着积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也有各种现代节庆活动，越来越多世界级的演出和赛事选择再次举办。2023年9月，沙特阿拉伯被正式列入中国公民出境团队旅游目的地名单，这为中国公民赴沙旅游、到访埃尔奥拉提供了诸多便利。目前，中国游客到访埃尔奥拉可经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利雅得、吉达、达曼转机，或经迪拜、多哈、开罗、安曼、巴黎等地转机抵达。